过恋爱吗？没有，没谈过一个。你喜欢过别的女孩子？那太多了，漂亮的女人我都喜欢。有没有喜欢过的偶像女明星呢？明星也有很多，但是我不能说。那为什么不能说呢？怕他们的老公会打击报复我。你多虑了，不会的，你告诉我们吧。你也是其中一个。你不能打击哈。不打击报复你，你怎么评价你的音乐？用一个词的话，完美，完美啊！对，就是完美。OK， 我一开始觉得你在开玩笑，后来发现你真的是在跟我开玩笑。准备好了吗？属于你的100秒。抱歉。